你去吧。悬崖启事，30哎，联系村37号。我也赶上，我也赶上，我们俩真的太厉害了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那个乔杉去抓了耶。他不会抓的。我们快点，我们快点。怕动物。这都是鸡吗？在这靠着那个字那边呢。哪儿？大家一起来找茬是吗？我靠，哪儿呢？哎，抓鸭是吗？我们专业的。姐姐，抓鸭是不是？哎。开门！哦，跑去！哦，跑！我这抓鸭。别是哪家的鸭子跑的我们家的？应该是别人家的鸭。我们刚刚看了告示。其实我特别害怕。宝贝儿，我来了。好可爱的鸭。不行了。哎呀呀呀！我。哈、不行不行。我得放弃这个事儿。哎呀，鸭出来了！姐妹，你走那儿。哎，这个杆子能用。你走那儿，你走那儿。杆子能用上。鸭鸭鸭！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被杨超越搞定。杨超越棒。抓到鸭了，这个鸭要给到那个鸭的主人。鸭的主人是谁啊？村37。我哎呀，哎呀，走走走，起飞。有点重。你别，我来帮你拿会儿。超越抓得很那什么，很专业。他把两个翅膀哎拢到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他家。你们家的鸭，这是你们家的鸭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我们好不容易给你抓回来的。对。哇，那我这边有抽拉给你。好，你给我分。我跟你朋友赶了那么半天，就给我5块钱。那你都摸都没摸到它。你拿20，我们俩一人5块，差不多。行。